这可不是一般的小乌龟，它会自己行走，头部趣味摆动，我可喜欢追着它跑了。按动尾巴按键来唤醒小乌龟吧，我还可以拉着它走动，轮子带动身上的小鼓转动，有趣极了。拆下小鼓，切换不同的模式拍打鼓面，我可以在游戏中享受不同的韵律，学习不同的知识。按下面板，我还能聆听故事，欣赏歌曲，学习不同乐器声效，形状匹配游戏，还能有效锻炼我的手眼协调呢，陪伴我健康快乐成长。